现在哈，来测试我们日农的哈 IE250的农地搬运车跟他牌的哈，我自己的车啦，哦，所以我自己的车敢我自己乱试，来测试说哈，它 L 档的低速档哈有没有，就是说它的那个速度啊哈，是不是符合我们使用了哈？我们先测试一下说我们低速档，因为我们低速档就叫做加力档哈，那我们现在先测试说哈，这两台的那个低速档的极限哈，哪一台会比较速度卡慢？因为哈，其实哈，我们一般的 H 档是咱行路的速度 ，L 档哈是阮譬如讲咱载物件载重吼，你出力的加力档吼，就是讲载重时阵吼，出力是讲让伊车较靠有力，扭力较悬。啊，那我们这个测试呢的结果是为了来简单的测试说哈，假设说我们的低速档的速度哈极限值越低的话，表示说它引擎输出的力道能越大哈。当然这两台 CC 数是不一样的哈，一台是将一台是180cc， 一台是400cc 的引擎。那同样的话，我们第一阶段是测试说他们的那个低速的齿轮比哪一个可以是速度低，然后把引擎的转速能拉高。啊，那等一下我们两台就是同样是加 L 档，都出在 L 档，然后吹极限，然后到底谁的 L 档速度是最低的哦？我先做第一个测试，这是我们雍域哦。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挂在 L 档的低速档哦。那进行测试，等一下我们阿用啊会吹100，然后我现在骑我们日农这台 IE250 哦，我也放在 L 档哦，然后我们发动哦，然后因为他那个右手要吹油门的关系哦，我们等一下还用你要吹到极限了哈，好，我们一起吹了哈，等一下哈，那看谁的低速档的那个极限的速度是最低的哦。好，我们现在看到谁的低速档的极限是最低的，好，来预备，好，开始。这台日农的低速档哈，的低速很低哦，哦，那一台上焊车，那一台搬运车已经冲到最前面去了，哦，我已经吹到极限了，哦，哦，我们昨天哈。从前两天我们先测试了它的，我们现在今天是来比较说，哦 ，IE250 哈，跟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400cc 的那个四人传动的哈搬运车的传动系统，跟 IE250 哈传动系统哦，如果在我们一般的那种，到底田间作业上面一个有四人传动，一个没四人传动，到底有没有差异性哈？那我们现在 IE250 哈。现在载重哈，二十桶操作油了哈，哦，然后大概是400公升呐哈，因为这一桶20公升，哦，当然我们因为它油哈跟水的重量哈，我应该称了，然后三百公克啊哈，大概现在是350公斤的重量，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试一下说在这个田间作业中哈，它的测试的情况，那我们昨天哈有在路上哈。来测试他们的我们变速箱的 L 档哈，因为我们载重一定要是人工的大路，但载重时阵哈，起崩还是讲背夹时阵，然后大路哈，把我们引擎所有的扭力全部哈用超低速的模式把力量灌输在说提升它扭力上面哈，然后一靠有力的，所以讲哪要好车靠有力，你变讲你车手爱扳哦，引擎的动手爱管哦，啊这样咱张起干，我们昨天试下来哈。IE250 的低速档哦，非常的，比我们那个 AG400 的农地搬运车用一排的哦，大概哦，
低了一半以上的速度，因为两台都没有测速功能啊，哈，我们只能比出来说，当我们吹极速的时候，拥遇型搬运车远远已经高过于我们的速度了，哈，那这台车它极速吹起来，它速度非常的低，哦，所以说你拿速度低，今天我们不是要比速度快，而是谁的速度低，因为如果 L 档速度低的话，它的爬坡载重力跟它的扭力才会变大，哦，那之所以说，所以他们独家拥遇，那个日农 IE250 独家开发它的那个，高扭力的变速箱的原因就在这里，哦，一样是 180cc 的引擎就可以有，哦，超过 400cc 以上的扭力，哦，其他大家都说 cc 数，没有人会说扭力，但是我们农用的上面，哦，就一定很需要说要一个比较，当我们高，中高速行驶后也可以，但是我们在，哦，作业上面，哦，也要有高扭力，哦，要有高扭力，我们在搬运上面，哦，才会更好用，哦，那我们等一下会测试一下 IE250 在我们田间，哦，测试的情况。那我们现在请阿用，哦，在我们田间测试，哦，这个是我们打过的田，哦，哦，那我们在农事所试验的，哦，都是说在平地测试啦，没有在田间测试。其实田间测试，哦，你再重的话力量需要更大。那我们现在就请阿用，哦，在田间作业看看，哦，他这台，哦，IE250 在田间作业荷重大概是400公升的油，哦，在田间作业的操作情况是如何，哦，你慢慢骑，哦，慢慢吹就好，哦，因为它车身低的关系，哈，它摆动的方式，哈，跟侧移的状况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它避震器上下，哈，它摇臂式的，所以在田间作业上面，哈，很稳定。再次，它的低速档车速不快，哦，低速档车速不快的情况之下呢，哦，它的那个引擎的转速高，把所有力量都灌输在后轮上面，提升了它的扭力。所以在田间作业上面，哦，你会听到它引擎声比较大声，但是它，哦，骑起来，哦，是轻松很有力的，哦哦，在中高转速的情况下，哦，确实发挥它的扭力，然后在降低车速下在田间作业，哦，其实还蛮 OK 的，哦，啊，我们等一下呢爬一个它的那个高低坡看看，IE250 哈，爬坡测试啊，一样，我们等一下静置慢慢吹油门上来，然后停在一半，然后再慢慢吹油上面上去，你看它的引擎的表现哈，来，好，我们停住，哦，然后慢慢再吹上去。不错呢，只是180cc 的，哦，经过它的后面的那个，哦，他们高扭力变速箱的设计，哦，一样能做出 400cc 的效果来，再把鼓，哦，而且一气呵成啊，哦，我们再排一次给他看，因为，哦，你们新车没有办法去做很多测试啦，然后之后他公司老板阿沙里说，哦，好，气控买，哦，独家开发的，哦，经济型的引擎，再加上，哦，高扭力的变速箱，它的配置上面，哦，增加发挥出，哦，比较大的扭力，哈，哦。另外一个功，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搬运车真的在用的话，哦，是要它的高扭力，哦，也拉爱多，搬温，哦，背夹才有够迄拉，哦，那不是要求速度，哦，啊，再来爱省油，哦，所以。400cc 加800cc 吼，差一半的迄 cc 数吼，你加十度咧换吼，加迄油钱嘛是差一半的呀。哦，啊，过来伊虽然吼伊800cc 同款有400cc 的冲力，哦，所以你加速咧用时阵，哦，佫较无消磨。啊，过来你伊后边吼，从 CVT 皮带到后边面上吼，佫有一个两条皮带在带动。啊！你那两大飘飞大，再用万不利再上单，伊了不起嘛是遐飞大出去，那两条飞大看会到换起来这几百块的钱俩，所以说也是都为了客人吼，喔，
进气型的设计，避免把东西坏到 CVT 系统或是引擎里面，这个都是有它的设计的考量。农用搬运车就是要这样的高扭力。来，阿勇，我再试一次，慢慢吹就好了，我们不要靠冲力。好，停住。好，慢慢吹上去。这样有轻松吗？大概他这样后摆型的避震效果跟我们双 A 背后面这样用起来，他这样调性不会太调的，跟稳定稳定性很高的，不会这样坐船掀来掀去，这不会，因为它下摆式的系统设计就跟我们沙滩车改搬运车的那个系统是不一样的。这个给大家翻，我们现在换AG400 测试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把油料搬过去。你看它那个，你看我们那个阿勇啊搬的过程，你看那两个货斗的高低差异有多少。你知道吗？那个货斗越高我们手背要抬升的力道就越高。所以你看那个我们 IE250 把货斗设计那么低，就是方便我们农民在使用上作业会让较方便。咱现在加40桶的油20桶的油400公升的油料换到我们AG400 上面给大家参考。我们看一下说摆荡式的那个避震跟那个后有双 A 背在田间使用的效果怎样。理论上不管有四轮传动或没四轮传动，这根本不会掉卡啦。更何况像我们这台 IE250 后面有差速器，加上有后轮差速锁定，我们刚刚也没有用差速锁定，在田间作业上面非常的轻松。那我们这一台独家，我们 IE250 独家设计的那个变速箱高扭力变速箱确实就是可以能把我们引擎完完全全发挥出它比较大的扭力。我们现在说的是扭力啦，不是说它的马力或是说它的尾数。我们搬运车不注重尾数，而是说注重于田间的那个扭力跟载运能力跟安全性这都是都要考虑到的，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把我们车子的车速在路上行驶的我们只看吸气数马力而定不一定你说相对的像咱轿车同款，3000cc 加5000cc 都是种较省油你听就知影，当然是5000cc 较省油咱今麦啦，假使讲那800cc 得当做，咱800cc 的车会当做过超过400cc 的engine 的扭力搬稳再稳量拢绝对有超过咱的来气控来说，真的效果差在哪里那我们等下实际拍给大家看。我们刚拍好文日龙 IE250，我们接下来拍这台那现在我们这台那个用力的只能放19桶，我们就封19桶来做测试，来看看它的 L 档在田间作业的状况是如何。我们现在测试我们这台 H400 这台它那种后双 A 背的设计，就会看到说慢慢起驾，你会看到说它双 A 背后面它左右摆幅就会比较大，但是也还好啦但是就是会比较小嘴摆幅会比较大那有的特色是说他们在用沙滩车方式造车的时候，在 L 档的使用上，原本他们设计就是没有负重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他在出力的同时，他的速度也会跟着上来。他没有办法是说引擎能提高转速的状况下，带动比较高的扭力，所以伊拢爱快伊吹开，车的速度你无法度回引擎下引擎的迄转速会当提高，让它有比较大的扭力。所以当我们又越步越重的时候其实它 CV 带的负荷相对很严重。对啊那我们等一下一样去爬这个
陡坡给大家参考哦，静置在陡坡上，然后再爬升哦，不用冲力哦，来。哦，啊，所以说，一种车设计无同款。哦，好，好，慢慢爬，哎，爬上去一半再停住再爬。哦，我们测试给大家看。嗯，好，好，慢慢爬升。这是他这台车的爬升的效果哈，在来，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哈，你要听到他引擎声音哈，都没有办法把引擎拉力拉上去。哦，这给大家参考说，哦，两种搬运车的差异性啊，哦，因为它的这种车的车速哈，比这个哈，我感觉啦，大概 L 档还快了一倍。所以说它没有办法把引擎的马力完全充分发出，哦，那在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它的 CVT 的皮带的负荷性就会比较重，哦，有的有些人用 L 档哦，伊那拖袂行 ，CVT 的皮带一下就开始有臭味出来啊。像我刚刚开的时候，不断在试这个陡坡的时候，稍微就那个 CVT 的臭味就出来了，哦，那但这个就比较不会，因为它。已经在 CVT 已经在一个中上段的一个高转速的情况下 ，CVT 已经到某一个转速哈，普利柱都已经做确实的哦紧密的结合哈，才带动上来哦。相对它因为这样变速的关系的状况之下哈，它说的整个结构的系统的那个损害的程度就不会相对的不会那么高哦。那个今天就是测试这个给大家参考说哦，不同的传动系统的设计上面，当然。轴传动跟皮带系统各有好坏。你们说轴传动在一些轻度越那个重度越野上面绝对是很 OK 没问题，甚至聊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选择一个经济实用型的搬运车，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哈，专为比较专为哈让搬运车设计经济又实用型的哈，而且是稀释速度比较低的哈，就能一样就也有这样哦400cc 的。哦，载重效果哦，啊再加上很多设计都是为农民设计的哈，所以你们在这个在考虑上面哈，你们可以想想看说，哎，那到底要哦，我要是以哦，哎，经济型搬运需求为主的，还是说你要比较要越野型的车子啦哈？那我们在于它低速扭力上面哈，我们相较之下哈，两台车是不分上下啊，但是在整体的那个状况之下哈，这台车是 180cc 的哦，那个是 400cc 的引擎哦，它差了一半的马力，但是它同样有它的哦那个爬坡的力道，所以说这个值得给你们大家参考哈。到底要经济实用型还是讲要哦比较越野型哈，啊那个雅痞型的哦，所以讲哈，那我是建议讲你那是讲啊，你平常时在当的需求无遐多哈。你是讲啊，有当时啊，你是假日农夫，你当经这种哦，较沙滩车型的车。但是你若不是拢是咧横地咧搬运吼，还是讲咧做工课吼，我建议你跟个经济实惠型的日农牌，而且全台湾的经销商哦，超过200间，你到都是经吼拢知影日农零件哦，车有问题，什么拢会当做你做完善的服务吼。相对上面哦，它有一定有它的优势，搬做要40年啊，哦，这个好你打给大家参考看卖。好，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会再试一下做日农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我们现在到处找陡坡测试哦。他那个，对这一台 IE250 来讲哦，还蛮轻松的。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哦，我们真正的哦一个相关的一个农地的一个陡坡的地形哦，一个能射出。能找出它的极限值啊！哦，一直找不到。哦，你看伊安尼，伊他那个，你看伊这做车，伊安尼载物件，你稳定性够高呢，够稳。好，个冲去，停在半空中再重新再吹。我们不靠冲力的啊。好，停住。好，再吹。
看，轻轻松松，我们再去找别的地方，真的太简单了。